悠悠诸葛山，挥洒壮阔豪情。浮翠流丹，是山水间流动的婉转和声。古老民俗，传承千年稻作文化，续写民族欢腾。笔墨砚山，仙湖胜景，铸就多民族和谐共生的锦绣华彩。砚山演绎着民族与家园生生不息的文明礼赞。燕山县东南部，六兆山脉山势连绵，树木葱翠。燕山县的壮族先民们依山傍水而居，很早就学会了饲养水牛、耕作稻田，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化。在历史上，燕山县曾迎来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繁荣，这还要从三国名臣诸葛亮说起。蜀汉时期，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叛之后，他将南中地区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在保留岳西、臧科等四郡的基础上，又划出了云南和新谷两郡，其中新谷郡的郡治就设在今天的燕山县。诸葛亮允许当地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自治，这种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政策为燕山带来了超过百年的繁荣，使燕山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滇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壮乡民众出于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将今天燕山县城南郊的一座山丘命名为诸葛山。这座小山见证了此后这片云南边地与中原地区日趋紧密的交流与融合。相传在唐代，地处边疆的壮族先民村落兵祸不断，民不聊生。唐太宗李世民派遣官兵来此赈灾救民，平定了边患。此后，国泰民安，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唐盛世得到进一步巩固。为了铭记唐王的恩德，人们设立起唐王天子的神位，跳起棒棒灯舞祭祀唐王。每次仪式开始前，村中的长老都会向村里的年轻人讲述棒棒灯的由来。这个延续了1300多年的古老仪式，在燕山县褶腊乡的披洒村仍然代代相传。村民们挥舞木棒舞蹈，祈求风调雨顺，祝福生活年年有余。燕山素有滇桂走廊之称，茶马古道穿境而过，这里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也是燕山人隐逸自然、躬耕田园的沃土。传说清朝末年，一名朝廷官员途经此地，见良田四周三山并列，赞叹道：山势颇秀，奇形如燕，此地就叫燕山吧。后来人们又将燕山旁的丘命名为笔山和墨山，燕山的人文气质就此天成。
1935年，民国政府设置燕山县，县名沿用至今。千百年来，壮族同胞们用棒棒灯舞祭祀唐蒙的仪式代代传承，各族人民在燕山这片土地上和谐相处，携手并进，共同演绎着一幅血脉相融、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他叫潘祖志，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滇桂前边纵队的一名老战士。1949年6月，潘祖志突然接到一项特殊而光荣的任务，他要为即将在燕山县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进行军事布防。此前，毛泽东和朱德曾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为迎接和配合野战军解放滇桂黔，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会议，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确定斗争策略。这是决定我国西南地区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经过缜密协商，会议地点确定在云南省燕山县，史称阿蒙会议。我的工作当时经为了师资队的文化教研，后来我们一个团不是专门在这那附近一直到阿蒙那附近这个寨子作为警卫啊保卫工作，就是防止外面的文山的敌人了。潘祖志接到命令后，迅速赶往燕山县者腊乡进行军事部署。他并不知道，为了确保这次重大开，中共中央已经提前进行了一系列严密的部署。会议真正召开的地点不是者腊乡，而是阿蒙镇。在者腊乡布防只是迷惑敌人的一个策略。会议地点选择在阿蒙镇，是因为这里年近八旬的王孝红老人依稀记得，在他3岁的时候，哥哥王能德就因病去世。哥哥的事迹还是长大后从母亲的口中一点一滴得知的。这间狭窄的小屋就是王能德当年组织地下党召开会议的地方。在这个不足5平方米的隐秘之地，以王能德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艰苦卓绝地开展地下工作，历时3年，为阿蒙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9年7月，阿蒙会议顺利召开，而王能德却因为操劳过度，在会议召开前夕病故，用生命践行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阿蒙会议是云南解放斗争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
阿蒙会议是整合了云南全境、桂西和黔西南的各路游击队，把他们升格组编为解放军的滇桂黔滇纵队，从游击队升格为正规军，战斗力更强，力量也更大。之后呢，也打了不少的硬仗大仗，先是参加了昆明保卫战，接下来呢，配合陈赓的第四兵团和38军参加滇南战役，整个滇南。那前后呢，又参加了广西战役、沧州战役，整个大西南解放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阿蒙镇，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底座高1.949米，主碑高7.19米，寓意阿蒙会议召开日期为1949年7月19日。这个日子也将深深地镌刻在阿蒙这方红色热土之上。昔日的战争岁月，让潘祖志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滇纵队的老战士久久不能忘怀。欢迎来到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阿蒙会议会址参观。巍巍青山铸英魂，凛然浩气永长存。人们永远不会忘却为解放全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他们必将永载史册，光耀千秋。跳得太阳落山坡，跳得黄辉做得药。彝族人跳起弦子舞，往往不受场地限制，也不受时间限制，必定欢歌笑语，尽兴而归。据说，过去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彝族人常常夜晚出来打猎，遇到刮风下雨，彝族男女就手持木棒，用跳舞跺脚来抵御风寒。后来又增加了弦子伴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弦子舞。作为伴奏的弦子是这场舞蹈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彝族人十分珍爱的乐器。弦子形圆似月，其声如琴，又叫月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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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燕山县文化馆的范培明多年从事彝族民歌民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他正前往斗南村去找一把音色最好的弦子。阿舍彝族乡的斗南村周围有连片的森林，盛产泡桐树，这是制作弦子的绝好原料。斗南村匠人制作的弦子外观精致，色彩艳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居住在这里的壮族百姓世代传承着弦子制作这门传统技艺，形成了燕山县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彝家乐器壮家造。斗南弦子经艺人精心制作雕刻，呈现出典雅秀丽、自然古朴的民族风格。范培明长期和这些心灵手巧的手工艺人打交道，深知好手艺才能做出好弦子，他特意找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弦子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姜永富，
请他制作一把音色清脆、音域宽广、共鸣和谐的弦子。制作的要求是越轻越薄的木，它的弦子肯定就越响，它的品位就是哆来咪嗦拉哆来咪嗦拉，它就是这样一个品位。哎，你掌握了它的这个五声调式的话，你就会运用它了。弦子，先接的弦子，好，预备走。叮当当叮当当叮当当的错啊。有了音色清脆的弦子，范培明来到维摩彝族乡黑鱼洞村进行排练。黑鱼洞村的弦子舞历史悠久，村民们把本民族的历史风俗、生产生活都融入到了舞蹈中。顶灯弦子舞便是黑鱼洞村一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顶灯弦子舞看似简单，表演中却有很多高难度动作。男子持弦子边弹边跳，女子头顶碗灯，碗灯里的火苗表达着彝族同胞对火的崇拜。男女表演者还会一起配合做出许多造型，有高空顶碗、千手观音、人墙舞碗等等，难度之高可以与杂技表演相媲美。同学们，下面呢，大家跟着我做，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为了更好地传承弦子舞，范培明每周都会与弦子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聪海一起到学校教授孩子们跳弦子舞。他们希望这项历史悠久的舞蹈代代延续。山河弦音尽满天地，弦子与脚步合奏，歌声与舞蹈相伴。人们合围弹跳，踏节而舞，悠扬的旋律升腾着对未来的畅想，跃动着岁月的赞歌。它更像一条温暖的纽带，让燕山县各族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永不分隔。清晨，厨师李兴庆就开始忙碌起来，他正在制作的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三七宴。三七在《本草纲目》中被奉为能和金疮的药药，有人参三七之美誉。这些生长在赭腊六兆山脉上的天赐神草，很早就被人们视为滋补珍品。燕山这片神奇的土地得天独厚，非常适宜三七的生长。然而这种名贵的中药材却始终极为稀缺，无法量产。从20世纪60年代起，燕山逐步开设了三七药材厂、三七研究所试验厂，并建立了三七生产技术指导机构，成为了的三七生产地。李兴庆是第三人，他看到稀有药材三七能够量产之后，便萌发了利用三七做美食的念头。从构思到成功推出三七宴，李兴庆足足用了一年时间。三七的根、果、茎、叶、花都具有的药效，李兴庆将三七不同的部位分别结合当地的其他食材，搭配出营养与味美兼具的一桌菜肴。
汽锅鸡是云南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李兴庆将三七中营养价值极高的根部放入汽锅中烹制，锅中不加水，鸡肉在高温水蒸气的作用下变得鲜嫩无比，汤汁完全由水蒸气凝结而成，清澈透明，保持了原汁原味的鲜香。由于三七的加入，鸡汤中又增加了干凉的口感，成为食客们争相品尝的美食。三七花的爆入让鲜鱼片焕发新生，三七花淡淡的清凉甘苦中和了鱼片的腥味，一道鲜味尽情释放的七花烩鱼片诠释了山珍与海味的味觉碰撞。这几年李兴庆制作的三七美食不断推陈出新，七根肉丝、七花玉扳指等菜品相继面世，三七宴一经推出就备受推崇。鲜艳的色泽、细腻的口感、精美的造型征服了食客们的味蕾，每到周末各地的食客都会慕名前来品尝。如今一朵朵鲜红艳丽的三七花装点着燕山的大地，三七的各种产品也远销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地区，这株南国神草已经成为了燕山的一张名片。从难得一见的山中珍品到田间寻常的农作物，三七已成为燕山人家庭团聚的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映衬着浓浓的亲情与乡情，也见证了燕山人生活的甘甜与美好。初春时节，燕山大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田间地头野花飘香。为了迎接新一年的春耕，燕山县的壮族同胞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壮族先民们善种水稻，也被人们称为水户。从古至今，他们在燕山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逐步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稻作文化。每年这个时候，八嘎乡都会举办祭农节，来开始他们新一轮的农事生产。清晨，八嘎乡的卢宗秀已经忙着为祭农节准备贡品了。他要做的是绿粑粑。卢宗秀首先要将熬好的火草碾成细末，他还要将精挑细选的糯米冲成米浆。此后，米浆与碾碎的火草均匀搅拌成糊状，用小火慢慢炕制。做好的绿粑粑口味清香、松软甜糯。壮语中，
龙是流淌着清泉的森林，而森林中的水源是稻作生产的重要条件。八嘎乡的村民们会选取附近山上最大的一棵树作为龙树，龙树的萌发荣枯便是村民们春种秋收的时令信息。一切物品备齐之后，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便带领着村民们上山祭拜龙树。这一传统已经伴随着壮族的稻作文化延续了上千年。土质不错，条件那么低，土质主管们不出主管班。与八嘎乡一样，燕山县的大新村壮族同胞们也会在每年的春耕时节举办隆重的仪式。他们会跳起原始古朴的草人舞，祈求村寨平安，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这是他们一年中的盛事，称为开年节。年近七旬的高金林跳草人舞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虽然年事已高，他还是会时常披上草衣，在稻田中跳上一段。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壮族草人舞的传承人，高金林不遗余力地向年轻人传授着舞蹈动作。大兴村的草人舞在燕山地区它是有几千年的传承的文化，这个是稻作文明的传承，社会的形态母系父系在里面反又反映了，壮族稻作农耕的也在里面反映了。仪式开始，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十几位年轻小伙子全身裹满稻草，开始了即兴表演。他们时而模拟犁田坝地，时而模拟收割稻谷，充满原始色彩和古朴气息的舞姿博得了周围村民们的阵阵喝彩。草人舞经过几百年的传承，仍基本保持着原貌，无拘无束的姿态，挥洒自如的步调。草人舞以浓郁的原始色彩和古朴的生活气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燕山壮族先民开山造田、建设家园的精神，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将他们的稻作文化代代延续。清脆响亮的弦子，色彩缤纷的遗绣，古朴温润的土陶，凝聚了燕山人生活的幸福与美好。2019年8月，创意云南2019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展。燕山县组织参展的刺绣、土陶和弦子等传统民间工艺品，以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些精美的刺绣作品和艺术陶瓷的创作者，大都是燕山县普通的村民们。燕山县的白沙坡村大部分都是彝族同胞，传统彝族妇女天生擅长穿针引线，她们用手中的针线把燕山的山水、彝族的文化惟妙惟肖地绣在了自己的服装上，代代传承。其刺绣手法工艺甚多，刺绣图案也包罗万象，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直观体现。白沙坡村的彝族姑娘王露芬从小跟随自己的母亲学习刺绣，耳濡目染，掌握了一手刺绣绝活。她还常常向邻村的老艺人们悉心请教，
如何将山水花鸟绣得更加灵动逼真，富有民族特色。他们也会教我，一部分他们就是自己会绣的这些针法。每个民族就是互相交流和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2014年，王路芬成立了合作社，邀请村里的妇女一起刺绣，把遗绣推广到大山之外。他们在传统彝族刺绣的基础上，还吸纳了壮族、苗族传统刺绣工艺，结合现代设计的理念，精湛的技艺和极富民族特色的设计，使白沙坡村绣娘们制作的绣片名声大振，产品远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并出口海内外。燕山彝族刺绣也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燕山县以白沙坡村为中心，带动周边乡镇妇女发展刺绣产业。指尖上的艺术助力燕山县遗绣产业有了大发展。在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上，一件件遗绣作品广受好评。在文博会上赢得一致喝彩的，还有燕山姚上村的土陶。从生活用品到工艺制品，历经百年传承的土陶也迎来了华丽转身。心随手活，手随意活，燕山姚上村一代代土陶匠人们遵循传统的土陶烧制方法，用一双双巧手把泥土打磨为精美实用的器皿，也使姚上村成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规模最大的土陶生产基地。作为姚上土陶技艺传承人的姜正奇，从16岁开始学习土陶制作工艺，至今已经积累了50多年的土陶制作经验。这得用你针啊，那呢，到5毫米。为了烧制出能亮相文博会的土陶工艺品，姜正奇父子很早就开始了土陶技艺的创新之路。我们就开始呢，转变我们的做陶的这个思维，要有实用性，也要有美观性，这个呢，人们呢才会接受。姜航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凭借扎实的专业美术知识，设计出了许多充满艺术气息的新器型。他还在父亲的指点下，发挥姚上村土质细腻的特点，通过多次手工打磨，制作出不锋釉的土陶，使土陶呈现出光滑亮丽的质感。姜航还在自家作坊里办起了姚上土陶博物馆和土陶体验馆，让人们在体验陶艺制作乐趣的同时，进一步了解传统陶艺文化。在文博会燕山展区里，姚上村的土陶工艺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现代的美学造型和创新的理念，在一件件土陶艺术品中绽放华彩，姚上土陶焕然一新。为了传承民族传统技艺，促进文化交流，燕山县还精心策划了一场民族服饰文艺演出。燕山县文化馆的小剧场里，身着不同服饰的燕山县少数民族群众每天下午都会来到这里进行排练。
2019年7月，酝酿已久的演出如期而至。燕山县的各民族群众身着极富特色的民族服装，走上同一舞台。壮族儿女的棒棒灯舞，彝族同胞的弦子舞，苗家小伙的芦笙，还有承载着希望与丰收的草人舞，一场精彩的民族文化盛宴正在上演。从彝绣的轰动到土陶的畅销，燕山人的视野越发开阔。他们以乡村振兴为引导，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融合，打造出生态文明的绿色家园，构建了美丽燕山的宏伟蓝图。奔放。尊古训，敬自然，大地为纸，山形如燕。燕山人正书写着各民族携手共进的新篇章。